口调试静音模式，以免干扰比赛的进行。同时，在此呼吁各位来宾，当辩手正在发言时，请各位来宾尽量控制自己的掌声，以免影响辩手发言。在此也特别提醒双方教练，除中场仪式环节以外，教练团也应在比赛过程进行，对不起，教练团也应在比赛进行过程中对场上辩手进行任何有声或无声的提示。大会主席有权禁止或纠正任何干扰比赛之行为。一经提成，评审团有权扣除该队组织整体得分。此外，基于公平原则，场上辩手禁止使用及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若场上辩手有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请立即将该设备交予场下的智囊团或教练团保管，谢谢合作。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出席由精英大学华文学会主办第九届精英杯亚洲中学华语辩论公开赛。马上要进行的是本赛会 L 组第一场的小组巡团赛。我是这场比赛的大会主席许运涵。坐在我左边方的分别是正反方的计时员兼计分员罗思琴以及张润宁，欢迎他们。
赛正式开始，首先有请正方一面到讲台，您的申论时间为4分钟，计时就可以您开口发言后开始计算，有请。所以想请问你
你告诉我，他们为了要扩大势力范围，对，所以他们发动战争，是其中一个。好，想请问你，为什么他们要占领集团？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发动战争？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得到那些统治权、领土权。所以为什么他们要获得更多的权利？为什么？因为他这种权利欲啊。为什么他们要占领更多的土地？因为贪权啊。所以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为了让自己爽。所以你认为？这么多兵是陪他，是为了让他爽。所谓的欲望，也就是讲为了让他自己爽，对吗？意思是这样吗？可能是其中的。所以很明显，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大家日本，不管是欧洲，其实他们去占领其他国家，都是为了得到那个国家的资源，为了那个国家的经济掌控。所以这没有，其实是不能够成立的。再想请问你，今天你告诉我，因为很多。政府他们专制独裁，所以他们破坏社会结构是什么？破坏社会的运作。那想请问你，今天新加坡政府是非常独裁的，全人都知道。可是我们国家竟然发展的这么好，请问这个时候社会危害吗？新加坡政府是？请问有没有危害？新加坡政府好像并不是专制的，所以请问有没有危害？没有。再想请问你，今天汶莱的这个国家也是一个非常专制的国家，像为什么他们国家也是非常富有、非常幸福？为什么？有没有危害？对啊，新加坡也有这种专制。所以简单来说，对，没有所谓的专制会带来的结果是未必会破坏社会结构的。所以再想请问你，今天是不是很多国家？是先反方二辩。大家好，近日我方观点为贪钱比贪权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人类的欲求不满促使了贪的滋长。古今中外，作为人类梦寐以求的金钱与权利，人类对于钱财和权利的过分追求，何者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呢？今日探讨贪钱亦或是贪权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取决于何者带来的社会危害更为深远和严重。第一，钱的可及之处比权来得更为广泛，所以贪钱比贪权带来的危害更大。从古至今，钱就是我们进行等价交换的重要工具，因此孩子偷钱买糖，领导人亏空公款掏空国库，人人都想要得到更多的钱，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有钱，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他们心仪的东西。无可否认的，男女老少都贪钱，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权有着极大的渴望。不仅如此，钱还可以用来影响社会的层层面面，从政治界、教育界到金融界都是钱所能触及的。但是权力因为范围有限，因此影响力也有限，对社会的危害自然不比贪钱来的大。例如教育界的领导人往往无法使用自己仅有的权力来影响金融界，但有钱就可以在各行各业呼风唤雨，这足以证明钱的无所不能使他更具诱惑力，因此人们更会为了钱而不择手段。2003年，美国为了复苏经济，发动伊拉克战争，因为战争也为美国带来大笔的军火交易以及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为了炼取更多的财富，美国罔顾人命，即使是置百姓的安危于不顾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不仅是普通的百姓顶住钱的诱惑力，就连泱泱大国也会为了钱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第二，执法难以管制，并减少贪钱所带来的危害，因此贪钱对社会的危害更是无形而深远的。财产权作为三大人权之一，社会一直以来都倡导着人人有权利占有他们合法赚取的财富。穷人的确越来越穷，那是因为社会上从来都有一套制度用来管制金钱的流向，去强行把一部分富人赚来的钱捐给穷人。我们无法阻止富人赚更多的钱，更没有理由去强迫富人把钱捐给穷人。不仅如此，当世界各国逐渐走向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的时代，贫富差距日益严重。根据世界人口调查局提供的数据，对拥有最低收入的20%的家庭来说，他们的收入占了世界总收入的比例，从1973年的4.2%，2002年的3.5%，降到2012年的3.2%。显而易见的，金钱不断流向社会上一部分的人，富人拥有更多的财富，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则变得越来越贫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导致了占社会大部分的底层阶级越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相较之下，随着人对权力意识的逐渐觉
权人，社会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制度可以防止个人权利过于膨胀。就像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由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互相抗衡。英国、瑞典、荷兰等设有君主立宪制。况且，当领导者贪权以致自己手握大权的时候，社会上各种制度所起到的监督作用以及众人的谴责，将迫使他们的权利逐渐被削减。就如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从独裁走向民主。不仅如此，女权运动的崛起、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都是体现了相对于金钱，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逐渐享有他们应有的权利。贪钱与贪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的危害可以无限扩大，但后者的危害不仅可以被有效管制，而且其所带来的危害也在逐渐的被缩减当中。综上所述，我方坚决认为贪钱与贪权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谢谢。犯罪，我们是有犯罪意识啊，不知道这个到底会不会
犯制，所以对方没有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只一味在讲哦犯罪率上升，而对方没有连犯罪率这一点也没有论证是由于贪钱还是贪权所导致的犯罪率的时候，对方没有，请问你方有在论证自己的立场吗？所以对方没有这一点终于成立。再来，我们有告诉我们是，对于污染大学的那个政府政府是有办法限制的。这样我想举一个例子哦，朝鲜对内不仅对内封锁，对外也封锁。朝鲜人民一生当中只可以当这个金正恩、金正恩是神，他们不可以有任何反抗的声音。大人家们听到什么都可以说出去，不要质疑任何事情，不要要时时刻刻认为你有个坏思想只会害死自己。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哦，我们看到是一个朝廷、一个政权的一个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去控制人民的思想，变成连人民一生下来，连他们自己有言论自由，可以反抗政府，可以对政府说出的反对的声音，这些权利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一个国家，请问如何要怎样限制他们呢？这个是朝鲜的例子。再来，如果是再来举一个例子啊，缅甸的例子。当年明明就是那个翁山苏姿领导这个民选联盟大获全胜，可是为了军事政权，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而把这个民选这个结果作废，而把那个民主运动的人事情软禁十多年，然后来大型镇压。请问这个是社会制裁这个贪权者的一个结果吗？所以我们发现很难嘛。所以我们再总结一点，贪钱是可以在正常运作的法律其实是要限制的，所以它也会对我们这个社会运行机制，就是经济、政治还有三权分立构成任何伤害。所以这一点，民方用我们双方，谢谢。宪政第82遍第16度刑法83遍的裁判执行，时间为2分钟。范文学，你好，请民方哪一次？我听到我们主编稿告诉你，看我们的贪钱会导致犯罪率上升，哪一次听到？我们是做主编稿是刚刚。我方三天的来信，所以那天您方听错的时候，我方告诉您方正式澄清一下，不要我方告诉我方今天没有说贪钱导致犯罪率上升。OK， 好，下一个问点，想请问你方是告诉我方，贪钱其实未必是一件坏事，是的，合法而且最大的好处，最有好处。那么想请问你们，刚刚给我们看到一块蛋糕，它是有限资源，如果把蛋糕切成10块，然后给你8块，我是不是只剩下2块？是不是？简单数学。对，所以刚才你拿的越多，是只剩下越少。我不知道，就把它比喻什么？我只是要问你一个简单逻辑，好了，对吗？你拿越多，我就剩下越少了，对不对？对。所以当天我们看到钱、社会、财富作为有限资源的时候，有钱人拿到越来越多，是不是穷人拿到越来越少？钱跟权比起来，请问哪一句话？对，我现在是我执行时间，你方不能反论。没有反论，我要解释，就是权是一个更少的资源，所以当钱是少资源，所以当今天女性从不能做工，争取到能够做工，这个权利会增加的，这个叫有限还是叫无限？有限还是无限？一大堆人在，一大堆人在增强这个权利的时候，那个争夺是更恐怖的，相较于钱。来吧，我们权可以争，但是给我们看到钱，我们有限资源，你拿到有钱人拿越来越多，是穷人越来越少。简单回答一下这样吗？没有，要论证这个跟贪钱有关系哦。所以你方已经承认了，但是我们看钱，来，同学，你方来听我解释一下，当天我们看钱是有限资源，说有钱人拿到越来越多，穷人就剩下越来越少，这代表了什么？贪钱人拿到越来越多钱，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社会危害性。对啊，同学，当天我们看到你方红标标准，刚确认红标标准，确认。红标标准，刚刚我放下。是什么？就是和社会贫富之类。那么想，所以当天我们看到是贫富差距。所谓资源有限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给大家听。今天我们看到欧洲以低价购买贫穷原料，却用高价的售卖回那些制成品给非洲。其实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意思就是，当商家为了要赚取更多钱的时候，他们不然就是提高商品的价格，或者就是分配给员工的薪水少一点。所以其实我们要表达的是，当那些有钱人不断一直在赚钱的时候，比如星巴克咖啡连锁品牌，他们很低价的向那些员工购买那些咖啡原料，然后他们却用很高价的那些价格来卖给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他们从中赚取了很多钱，可是这些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他们
除了是赚取我们消费者的钱以外，也是从那些农民那边去剥削来的，导致那些农民平日每一天只能赚取三美元，每一天只能赚取三美元哦，是一个价钱哦。再来，我们看苹果公司在中国设厂，它以非常低的成本来雇佣它的员工，可是它卖那些产品却是用非常高的价格，而且他们强迫那些员工每一天工作超过17个小时，却没有给予相对的工资，而他们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600令吉。所以我们想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经济蛋糕这一块东西其实是有限的，当一部分的人赚取大部分的钱的时候，我们说剩下少部分的人要分配那小部分的时候，这就造成了贫富差距。今天贫富差距到底会带来怎样后果，我们想要在这里解释。今天当人民意识到贫富差距这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人民会怎样做？他们会提出反抗，他们会做出暴动，他们会起民族冲突。就比如今天印尼排华事件，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华人占据大部分的财富，导致印尼人非常不满，为什么全部钱都是集中在华人手上？这个时候他们就发动反抗，导致印尼排华事件。接下来我们看今天德国，因为他不满战胜国在经济上面的打压，希特勒就撕毁凡尔赛合约，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我们看到当人民意识到贫富差距带来的危害是很严重的时候，他们提出的反抗和暴动是足以颠覆整个社会结构的。所以今天段六刚刚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贪钱绝对是带来坏处的，你们的贪钱是可好可坏的，所以今天你们的好处跟坏处是抵消的。可是想请问，一个好的领袖带领一个好的国家，他很贪权，可是他带来一个好的国家，是不是也可以带来对方所谓的权利也可以可好可坏？所以今天看到我们不能用一个可好可坏的东西来论证谁的危害更大。谢谢好方便，请您留步，行政方便上台咨询，时间为2分钟。好想请问贝某，今天有个脱北女孩叫做古言梅，她母亲相信北韩是世界的中心，相信太阳是因为金正日而升起，因为金日成的过世而落下。他认为当这个金日成过世了之后，他认为这个上帝也死掉了。他那里想被人民盲目的崇拜的时候，没有人敢直接他犯下错误的时候，这社会如何？今天他没有反，不代表他以后不会反。哦，可是我们发现哦，这个朝鲜他都被封闭着，人们没有办法接受外来资讯，但来者其实非常好。如果没有，我们看到以前中国这么多几千年的历史也是非常专制，可是最后还是被人民怎么样变成一个很民族？取缔容易还是革命容易？知道？取缔。哦，被两个都不容易啊。哪一个造成危害更大？会简单讲是革命来的嘛？革命对吧？没关系，但请问对方，朝鲜国家到处都有眼线，无论你说出什么话，左邻右舍有可能会举报你。请问对方哦，当这个社会人民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没有让这个社会没有多余价值哦，这个社会少了反对声音，请问一个社会要如何进步？所以我说今天他没有反，不代表他以后不会反。我方说过，朝鲜他被封闭着，没有办法，人民都以为哇，原来我很幸福，可是他不知道，所以他明明有这种权利，人民不懂，再求对方，当您的身边到处都有特秘密警察，想教他，所以今天看到吗？其实我们全世界人都意识到这个。都一直有在谴责这个竞争的，而且他没有谴责一个例子来论证所有例子。哦，是这样想，请问对吗？您刚说这一个例子吗？这个少数国家哦，它都有这样的如果在安全中只有一个啊，这个少数国家还有这样的危害的有这样的危害哦。请问对方，当如果这个这样的危害，这个安全国家变成全世界国家都是安全的时候，这危害大不大？对世界危害大吗？这是对方的论证。哦，是大的话，大的对吧？大，好，谢谢。大再从对方只有大，免见之人啊，好，谢谢正方的面。下来有请正方的面，我们时间为3分钟，谢谢大家。语音开口翻译后开始计算，有请。告诉我们说，今天独裁哦，现在已经慢慢在走向民主了，已经没有问题了。
来讲，不用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来讲，就是一个爸爸他想要买一块蛋糕送给他的孩子们，可是他得到孩子得到那个蛋糕的条件是你必须每个人要考最高的成绩才可以得到蛋糕。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爸爸不是这样子分哦，不是按能力来分哦，不是按这个孩子去争取来分，而是按他比较偏心大儿子，他是喜欢大儿子，他觉得大儿子听他的话比其他还要多，所以他喜欢更服从他的大儿子。最后一个想要学东西，叫做裙带字的举手东西呢，我接下来继续讲。我们来看为什么朝，我们举一个例子哦，为什么朝鲜可以造成贫富悬殊呢？我们知道在朝鲜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嘛，我们在一本书里面就有看到说，朝鲜是根据根据效忠程度来把人们划成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做核心级，第二个等级叫做七层级，第三个等级叫做敌对级。意思就是我从核心级到基层级到敌对级，我的效忠程度是慢慢下降的。可是这个问题要从这个分级要从什么东西呢？只有核心级的人可以得到金正恩家族的最多的资源，也就是说剩下的敌对级的人他们不太可能拥有很好的教育权，不太可能拥有可争取工作的机会，只有政府给他们的权利，只有政府让他们去耕种，就让政府让他们去做一些军事上面的理念的时候，他们才有办法去做。这种由政府来划分人民的权利的时候，由政府来划分人民赚多少钱的时候，你们还觉得很合理吗？我发现很严重，这样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有反抗啊，有暴动啊。前面有没有？请问缅甸暴动那么多次成功了吗？有没有告诉我说总有一天会暴动成功？我告诉你，更可怕的是，今天这个在朝鲜的例子，他们的人民不知道可以反抗，不知道可以暴动，不知道可以争取他们的权利，他们怎么做？首先，他让他们的人民在七岁的时候学习金正恩及他们政治领导人在七岁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教他们告诉我们领导人说，我们的领导人在二十岁做什么伟大事情，他们从此一辈子的学习对象都只有领导人。请问他们知道怎么办吗？再来第二点，他们的政府完全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他们不可以上网，不可以联系到其他外国的资讯，他们不知道西方国家是什么，他们永远知道西方是恶魔，西方要侵略他们，西方要夺取他们强大的主权。请问人民知道怎么反吗？请不要回答我。最后我告诉你们，反抗和暴动以后最可怕是人民不知道怎么反面临的发言。被害更大。
学，他很想当总统。想请问一下，他会塑造的是一个爱情世界，还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今天一个有爱情的甘地来去探学做的首相的话，同样的，我们看到是有素质和平的国家，而不像在某学告诉我们那样，探学必然会带来危害。所以在某学当您刚看到的时候，您看探学对社会竟是不必然带来危害，而我方进而认证，当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我们看到什么？印尼排华事件、法国大革命事件，全部都是因为，比如说印尼人不喜欢华人坐拥庞大财富，而印尼人十分贫穷，贫富差距非常之大，于是印尼人起来反抗华人，导致了上千人死亡。除非让我们再告诉我们，这种战争、这种暴动不是社会危害。所以当今天我们看到的时候，贫差钱导致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危害，导致暴动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必然性的论证。然而让同学您刚先告诉我方的时候，贪权其实没有必然性，所以您今天您方的衡量标准站在我方。再来，我们看到当衡量标准，当同学们这个衡量标准您站在我方的时候，就算我方退一步承认，好了，您方社会体制危害很大，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承认一下，就是双方对社会的机制的危害同样大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一种会的危害更不能被控制。这是对方同学也承认的，只要它能被控制，它的危害比较少，这是我们达到的共识。第二同学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故意，他告诉我们 ICAC 反垄断等等，是的，我们看有反垄断，但是谁来阻止马云垄断市场？谁来阻止比尔盖茨垄断市场？我们看他身家如此，知道我们富豪越来越富的时候，想请问你的垄断跑去了哪里？反而我们看到什么？金正恩即使他的人民不知道，没有关系，联合国谴责他，联合国告诉他你不能这么做。即使就比如说某国首相他去探权滥权的时候，人民会发动和谁会发动民主运动等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其实当前他因为他具有正社会倡导前的正当性，因此他是危害更大。谢谢大家。谢谢举手。好，没有没有，请问有危害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去规避？规避就是需要避免啊。能避就避，不能避就不能避啊。比尔盖茨他开发那么多软件工程，他垄断了整个市场，是有危害吗？他贪钱，我们看到你不能只看比尔盖茨，你要看整个社会。我先跟你讲，跟你之前一个来。他是开发软件有利，不是贪钱有利，你方要区分开来的。这样没有，请问刚刚我们谈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没有办法想要更多啊，这样他是不是想要更多钱，想要赚不多啊，想要赚更多，想不停去赚啊？因为他开发了Windows 95以及过了3辈子了，为什么他还要继续赚？您说要看到不只是比尔盖茨一个人谈钱，对对对，是一个比尔盖茨他开发的钱好，但是谈钱不好，是谈钱对不对？而且还是合法做生意对不对？这样你怎么想？对不对？好，保持共识。这样请问这样如果他造成这样多这个好处他是不是有危害吗？它对科技有好处，但是对社会的好处我还不知道，你方要论证。它对科技有好处，然后让大家工作更有效率，让大家这些工作跟这个机制更顺畅。机制更顺畅，但是我们越来越穷，你看到这个好处跟坏处，好，像没有了，像没有富人垄断市场，对不对？是一个坏处。像它这个有没有垄断软件工程这方面的市场有部分啊？像我们是不是要去规避它？我们不要让它去发明吗？你方自己告诉我方有反垄断这个政策、这个宪法来控制的时候，证明了你方也告诉我方是垄断是不好的，对不对？有危害的东西，我们要去规避。这个东西有危害，问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规避？看同学，它的危害在于它不能被规避。我们怎样去阻止比尔盖茨赚更多钱，他去开发软件市场，那又怎么样？我们不能阻止他，我们不能阻止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地方，明白吗？这样没关系。这样换一个例子，巴菲特善于投资有潜质的企业，推动了许多企业发展。请问这个也算是垄断吧？谢谢正方二辩。在过度转变向前的自由变革里面，再来就是两分钟的教练接受经营时间。再次提醒双方教练，在教练提示环节时，请不要把任何笔记或纸条交给辩手，教练只能看到口头上的提示。有请双方教练。
钱很多，大家都要抢钱，对贪钱的危害很恐怖。叫我问你，以前没有钱的时候，物物交换没有钱危害在哪？所以刚刚同学姐，我们重点是贪钱的危害，不是没有钱的危害。想请问你，方刚今天想要告诉我方，这个钱，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钱，您方也告诉我们，就是第二开始不断贪钱，这个东西不能被规避，它导致是贫富差距越大，就是证明了这个危害不能被控制。对啊。那没有钱的情况哦，我们对方没有说要贪钱去想要求更多钱的才会有危害，可是在没有钱的时候，危害到底存在哪里？您刚刚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在我问你比尔盖茨的，我方二面就问你了，如果他发明更多东西是有危害的话，危害要规避，是不是要阻止他发明95？然后一直说他不应该，他应该本着良心说，我不要再发明95，我还有更多人，是这样的意思吗？是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问题就在于，当比尔盖茨不会说，我害到这个贫富差距，这个比尔盖茨全世界的人都不会说是比尔盖茨你害到贫富差距的。看同学看到吗？它的危害就在于没有人知道是他带来危害的。我以前两天在补救的时候，我们今天坐火车继续坐就好，我们用电脑用水壶就好，永远不要有今天晚上这样的意思吗？再次觉得在物物交换的情况下，是不是没有贪钱的危害？等一下，你先跟我解释，你告诉我贪钱造成贫富差距这个共识我们达成了，那请问你贫富差距是不是税危害？如果是的话，有没有办法控制？告诉我一下。对方为了从朝鲜的单个阶层的例子，我告诉你，贫富差距也是有可能导致的。可是更可怕的是，人民要反抗都不行哦，因为底层阶段的人，他们连自己有这样子反抗的权利，走上街头发声的权利都不知道。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发现贫富悬殊，我们可以走上街上抗议，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有权利唤醒政府。请问危害谁更大？可是啊，对方没有严重全球只有朝鲜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看到的是193个国家里面147个国家走向民主，看到没有？自己全球只看到朝鲜一个国家。那我请问你最后一次，贫富差距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告诉我。请问对方，今天的衡量标准是比数量还是比谁的伤害程度深、范围广？我们现在要比的是什么？我们要比的是他对人民造成的伤害，造成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同样的，您方也赞同我方可以从经济、从政治、从教育的角度去看伤害。可是您方今天看的伤害是什么？看是那种可以被制衡的伤害，看是那种可以规避的伤害。所以您方到底要清楚交代，真正可以您方可以论证您方立场成立的伤害是什么？所以，那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都在贫富差距那么大的时候，你们都比不过你一个朝鲜吗？所以，听众朋友，我想表达的是，当全世界都有贫富差距的时候，穷人会站起来说话。他会要求政府去提供补贴，会要求政府给他们津贴，就是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的状况。可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如果是朝鲜的人民有刚刚讲的那个阶层的分级，他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吗？没有，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根本不会这样子做。他认为领导讲什么就是神，他认为领导宠爱这个人是应该的，可不可怕？他只要向他还是有权利可以向政府提出他那个反对意见嘛？我们说哦，富人垄断我们市场，所以请保护我们这个穷人的权益。可是对方没有这样教育朝鲜，朝鲜人民有没有这个权利？他们连反抗政府的这个声音都不敢发出来，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有权利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方没有，请正面回答。我们看一下，古巴以及这个埃及都因为看到我的独裁者和独裁者，我去反抗，最后我走向民主。的人造成贫富差距大，我要如何限制这些有钱人不断的赚钱？您帮我举一个例子就好。要不要我帮自己帮您解释很多，不再讲，请非常不便的提供解释一下缅甸的例子。缅甸在2007年的时候，有上千的情侣上街要求民主的进步。可是你知道吗？今天不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大量扫射这些修女，还有那些他们的学生。请问这些举被社会伤害大吗？最后一次追问，谁都没有解释，提不出任何一个例子。管制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对方没有，我讲的反垄断法这样子政策有补贴，有这样子政府可以提供，但马来西亚的一码援助金好像是这样的政策。在我想请问对方，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刚就问你了，现在我们有各种，比如说像反贪会这样类型的机关可以去制止，您方有什么真正的办法可以制裁那种贪权独揽大权的人？不要好，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造成贫富差距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钱人贪钱，他赚很多钱。听清楚，有钱人赚很多钱导致贫富差距，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你一个方法就好，一个我方不要求多。这个
可是在相比之下，一个人贪62亿和他贪62亿之后没有办法可以处置他的时候，何者更可怕？这样同学，所以你告诉我，反垄断法一个反垄断法爬天下，想请问你方那么按照你方逻辑，有反垄断法，马云、比尔盖茨、巴菲特全部都是假的，他们都是富翁了，是不是这样？对方没有很有诚意的说了方案给你，但是我问你哦，今天他上台谈了62亿之后，可是他可以把稽查会的人换掉，可以把反贪会人换掉，这样子的情况要怎样解决？可是他已经人换掉了，真相水不水落石出哦。所以看同学一句话后面的都有方案，他什么看的什么有方案又怎么样？穷人全世界贫穷率69%的学生，您方法的做法没有力量解决贫富差距。再来想请问您方当天我们看到有人为了贪钱做黑心食品，有为有人为了贪钱做黑心食品，这样对我们能够被管制，想请问你今天中国制造这个毒品啊毒奶事件，造成50多万个婴儿患有肾结石，请问对方没有，您方贪权会为了这个而导致这种结果吗？对方没有，您方说的好处就是我来钱，我想告诉对方的是，这些是作为一个政府原本就应该做的基本工作，就是维护人民的权益，所以跟贪权不是完全贪了会多选择的。所以当我们国家有贪权，一直求对方没有选择，不要害我们国家有黑心食，有很多黑心食品。再总结对方一下，对方一直说他贪权，其实没有实质。但是我们看到每个国家，现在我们从独裁走向民主，甚至我们限定了宪法、法律，还有人民的觉醒运动去不断的革命中，你的贪权是有被支持的。再来，这是一个比较性电影，所以当天我们看到我们举出了有人被贪权做黑心食品、卖毒品等等等等，说您方根本没有举出一个例子，有谁为了贪权卖黑心食品的、卖毒品的，您方没有举出？最近我们看到双方说我们啊。和好和坏的时候，我们说今天我们带来的结果是对方带来不到的，所以我方的危害更大。就没有一次告诉我们说，当一个政府在管制他的国家，只要人民就不能反抗，是否看到什么？2011年的婚礼法革命、人民争取民主活动导致专制贪权总统下台的时候，他就有没有看到贪权是可以收现的？相反的来讲，贪钱反而是没有宪法，对他们也提不出任何一个东西来限制的。况且你没有全面看命题，你告诉我你危害更大，但是生活的层层面面、衣食住行，你的贪权如何影响？从来没有交代。黑心食品，我们都是深入生活层层面。现在双方辩手，比赛进入最后一个总结陈词的阶段，先请反方思辨有无重要讲台，您的总结时间为5分钟。同意啊。
同性恋合法化婚姻，甚至带动美国经济。今天，我们的林冠英首相，林冠英他也是从一个平民走向一个首席部长，他今天带动的是槟城的发展。你告诉我，判决你可以带来好处的时候，是不是抵消林方的坏处？即使我今天承认你抵消好了，那林方抵消，我方抵消之后如何进行比较呢？所以今天好处不一定会抵消坏处。打个比喻，今天我们吸鸦片是不是有好处可以减少疼痛？是，但是你能不能抵消鸦片毁灭中国、毁灭我们世界，甚至是使这么多人陷入毒品之中的坏处呢？不能。所以这个两个概念都不能使用。再来，方谬先主论要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贪权可以做到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东西，所以他今天就正正派方带来危害更大。但是其实这些事情我们能不能做到？他提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他提出他的贪权会使到这个政府实施无理的政策，还有实施无理的经济政策。我们再看一个贪钱的国家，他同样会实施无理的政策的。像在这个古巴广场那时候，阿非特为了巩固，为了赚更多钱，所以他为了剥夺更多人民的钱的时候，他去使这种独裁，他就利用他的权力。可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贪钱，他就利用他的权力去拿更多钱，所以贪钱也会使一个统治者去改变他的制度。同时我们看到是不是贪钱会造成其他的危害，是不是会发生战争？其实刚刚没有提出的一战、二战，甚至很多战争的例子都是因为贪钱而引起的。我们看到二战、一战是为了抢夺资源，为了垄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所以我们去占领那个国家，这是贪钱也可以造成的社会危害。所以如果要比较的话，我们双方如果真的打赢，我们要看哪一个危害不能被制止。我方说今天你贪钱，一个有钱人他贪很多钱了，他造成的是一块有限的经济蛋糕流向他们，然后穷的人拥有的钱就越来越少，这造成的是贫富差距。有钱人造成贫富差距的情况从来没有在停止甚至是改善过，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讲究的是拥有钱的合理性，对方也会认为今天比尔盖茨是没有错的，他赚这么多钱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看到星巴克甚至是 iPhone 在赚这么多钱的时候，他剥削的是一个人民的利益，剥削的是更多穷人的钱，使他们没有赚这么多钱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说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危害，临床如何比较？况且贫富差距不是最大的社会危害而已，我们看到贫富差距接下来带来是人民心理的恐慌，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去拯救他们的情况。你从来不，对方没有自由辩，我方追问很多次，但是他从来提不出一个原因，甚至一个政策去制止这个穷人，这个有钱人赚很多钱导致贫富差距大的政策。所以我们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但是贪权情况有没有在改变？都没有，只看到朝鲜，但是我们看到193个国家里面170个国家的情况不再改善中，贪权的人越来越被限制了。
心里崇拜的是谁，不可以讲出来，你只有崇拜你的领袖。你的领袖是宇宙的中心，你的领袖是整个世界在为他转动的，你的领袖是让太阳东升西落的原因。因为这样，每个人都活在这样的意识控制底下。请问革命有可能吗？不可能。在我们你我都认知你我都认同的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这些在他们身上想都不敢想。在他们身上，我们是异类，我们认为有自由权是异类，我们认为可以批评政府是异类，这是朝鲜人民的想法。为什么我要拿这本书？因为我想告诉大家，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缅甸人民三番四次的革命，他们对整个国家为了要争取民主制度，为了要推翻军政府，最后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没有错，对方便有选举、民主、三权分立。可是三权分立，俄罗斯有没有三权分立？应该有吧。可是普京当完了总理，又当总统，回来又再当总理，为什么？因为他有可以帮助他调换职位的人呢，他有亲信在里面呢。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说一个国家的一个官员？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告诉你，从我们每天翻开报章当中，也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即便这件案件发生了，可是明明事情好像就要知道真相了，可是始终没有一个证据出现。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这个人，不是这个调查官员因病告假，就是另外一个官员，他没有办法继续担任这样的职位，再不然就是升级。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请问一个贪权的人可以随意挪用自己的权利，可以把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如何把真相水落石出？明方不看这样的问题，明方说赤诚，说的简单，我帮解释给你。再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强调说自由竞争很重要？对方辩友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他都应该要自己去争取自己的财富。只有一个人有贪欲，只有一个人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他才会去努力的做东西。他才会像比尔·盖茨一样发明微软，他才会像乔布斯一样去发明智能手机。而这些恰恰好就是这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我刚问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一方提出他是危害，为什么不要停止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每个人不是安于现状就好？这是你方要解释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从独裁走向民主？因为我们受够了那样在高压统治下面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要改变？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的是权利，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生活去争取，我们不想要变成朝鲜，不想要变成缅甸。这就是为什么安全对社会伤害更大。谢谢。好，那么我先来。我先交代一下我们三人投票的判决。啊，我的印象，他的判决其实就是整场比赛双方所表达的观点，在我这里我的主观感受。那这个主观感受，难免就会有我自己对于双方观点的我既有的认知和我的知识的新鲜介入。这是我印象上的感觉。那我的分数票更多的体现双方在比赛场上的一点基础交锋能力，而我的决选票是根据双方实际场上发生的交锋，我会尽量摆比赛的态度去看我的决选票，这是我的三票的判定。我把我的印象票投给正方，比较有简单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反方在你们的整个的攻防当中主打的那个点，就是那个所谓的有钱人赚太多钱导致贫富差距，然后造成社会危害的这个点，对我的心智的冲击会比较严重。回到后面讲的时候会讲为什么比较严重。好，我先来提一下两边大概的论点和你们攻防的态势。正方一开始所举的朝鲜的例子是作为你们今天整场一个核心的例证，由朝鲜例子来引出你们认为贪权到极致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好，然后你们对于贪钱的处理主要是两点，一点是讲说贪钱只是不一定会有危害啊，而另外一点就是我今天法律可以去对贪钱有所限制。好，那后两点是贪钱未必有危害和法律会有限制，其实和反方的论点正好是对撞上的，因为反方其实也是在讲说，今天我对于贪权的危害，我也可以通过民主的制度来加以限制，并且在反方看来，不仅仅是那些违法的贪权会有危害，在他看来，合法的贪权其实也会有危害。好，那这是两边基本的一个态势。
那双方其实对于各自危害的陈述，就你们危害的那个东西有点不太一样。正方从一开始立论到结辩，整场比赛一直在模模糊糊的讲一个让我感觉叫做对于整个的社会运作的规则或者体系的那一种这样一种破坏，而反方讲的危害可能更多是一种比较实质性的危害，比如说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出现动乱或者暴动这样的一种风险和危害。我觉得这里可以分成两块来看，第一块是对于正方所讲的这个对于社会体系所造成的那种规则性的破坏，我觉得反方对这里的挑战做的有点不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人们也会因为贪钱，所以去破坏整个或者动摇整个的社会运作体系的。就比如说他们讲的那个利益输送的那个点。就是我今天在官员之间，我会有利益的输送或者有亲戚的输送，那怎么来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勾结，其实就是因为那些财团他也贪钱，那个官员他也贪钱，然后他们才勾结在一起，然后从而使得原本公平的市场竞争然后就变成了这种内部的交易，所以这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贪钱所引起的。所以我觉得这反方完全可以就对等的去进行打击的，这点反方是主动的避开了正方所讲这件事情，而更多是说啊，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嘛，或者说我这个东西的方式让民众觉醒来解决，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够积极的感觉啊，这样处理有点被动，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反方所主张的那个贫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危害，反方的讲法叫做今天从来没有一个法律，或者说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去限制一个人多赚钱，但是当反方具体讲到怎么拉大贫富差距的时候，你们就会讲到说今天一些企业他会雇佣一些劳工，给他们非常低的收入，让他们工作非常很长的时间啊，你看这样的一种差距的拉开。但是在我看来正方这点没有讲，是完全是我自己的脑补的心证。就在我看来，今天法律当然不会去限制一个人多赚钱，但是法律一定对一个人的赚钱的方式是有所限制的。就法律它一定会规定在本国的劳工他的一个最低的收入，如果说你的企业在用工的时候你给劳工的收入是低于这个最低收入的，那你企业当然一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在我看来你们所讲的那个如果说是完全合法的，我完全按照法律的框架下我正当做生意，因为我的经商能力特别强，所以赚特别多的钱，这件事情是我很难去接受它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在我看来，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危害其实不在于富人多有钱，而更多在于穷人有多惨。所以如果说今天一个企业主或者说一个比如说像比尔盖茨或者像乔布斯或者马云这样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卓越的才能，他去开创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产业，他给很多的普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然后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个岗位去赚取更多的钱。是的，那个普通的劳工那个职员一定和马云乔布斯他们的收入差距非常的大，但是他和自己比，原来我只能在老家种地，现在我可以到城里面去务工，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的生活品质是有上升的，那我就比较难以去接受说这样也叫做对于社会的危害，和理解我的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简单的时候，因为富人赚钱赚的太多了，穷人怎么赶不上，然后这会造成一种社会危害，这件事情和我的一般认知稍微有点脱离。OK， 这个是关于我觉得在贫富差距这个点上会主要涉及到的一个问题。然后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正方其实一直到最后的结辩才讲到，你们真正的主张其实是一个自由市场竞争啊，在你们看来，通过这样的自由市场竞争，然后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而贪权会对于整个自由竞争造成这样的破坏。所以我觉得在反方缺少对于正方规则破坏这点打击的情况下，正方的价值就是比较能够守得住，并且我也比较能够接受对于一个市场或者对于任何一个竞争过程当中对于规则的破坏一定比是强弱悬殊这件事情听起来会更加的严重一点。比
比如说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来说啊，就比如说在经典这个赛场，然后有一些超级强队啊，然后就打一些弱队，实力悬殊会很大。那当然呢，对于弱队的竞技性会有一些伤害啊，就比赛可看性有点降低。但是它的伤害一定比不上说有队伍和评委说是完全内幕交易，听起来会比较的严重，也很不好意思。所以市场当中也是一样，会有大企业使得小企业的生存比较艰难，小企业的生存比较难，这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今天连这个竞争的机会，连你小企业给你的努力打拼变成大企业的机会都不给你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会比较惨一点。所以是我把我的印象放在这个地方。我基本上。
就是已经开始去到有点理智，是那个黑色讲，这个是白色的，你知道吗？就是白色，被你讲得非常理直气壮，我又好想相信你嘛。但是就是那个东西我过不了，所以我讲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些队伍，下一次在琢磨框架、琢磨内容框架的时候，如果再多想多一点东西，你们这支队伍会很可怕，就是你们是因为太强了啊。当然，跟外貌无关的啊，虽然你们都长得很漂亮，好、哦，但是我讲的是你们的说服力、你们渲染力这一方面啊。虽然我讲前提是你们都长得漂亮哦，因为我怕你像那些单以为我是因为你们都长，你们的实习生都长得很漂亮，所以我讲掉了哦，不是，是你们的语言驾驭能力、表达能力很棒，哦。然后同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讲制度崩坏，它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哦，你说有人贪钱就制度崩坏了，然后我欣赏你们一个做法，就是你们一定是买下空前罕见的队伍，专注抓死两个一大全才。但是没有，但是我觉得是好事来的，不要误会哦。因为现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是，大家都以为网上垃圾桶要倒一堆东西出去，你看我有很多例子啊，然后倒了出去之后不用解释，不用诠释。大家就以为说我有一堆你自己选的、啊、是这样吗？我个人没有很赞成那种打法，所以我也不喜欢那种队伍说你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这么多例子我是赢你呢，也不一定，而看他们确实是例子。但是我拜托你们需要多讲一句话，多讲一句话。虽然缅甸跟朝鲜两个例子很行动理论证据的框架，但是其实你可以多加一句话，就是要不我其实还有很多的国家，不过我们细细的研究的这两个国家就已经主义论证很多发展中国家会面临的困境。好，那我们如果你还想谈其他国家的话，我们如果这个比赛会有5个小时，我们还可以继续的研究一下柬埔寨啊、越南啊，然后非洲啊，我们都可以研究。但是你只要讲啊，但是你在那边已经那个公司一直来说，对方面你全场就只有朝鲜的，然后你们完全不理人家，站起来继续说，但是你看朝鲜、啊，就你们想怎样？理解我们意思吗？就我们平时也会觉得，你好歹也讲一句话，糊弄一下都，方面不要急，我先搞定朝鲜。在我们至少听起来说，对。先讲完这个，但是没有理，完全不理人家，然后还继续的讲朝鲜，那我们会觉得很那个。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哦，你们用朝鲜那例子，我为什么觉得也有点小问题？其实你们谈的，我觉得因为是你们诠释上面没有完成这个论证。其实朝鲜的状况比较像专制，就专制或者是霸权，缅甸也一样。但是你说他跟贪权无关吗？也不至于。但是你们全队都没有人把它连起来。这个国家很专制，这个国家很霸权，但是这一对霸权专制的人不能让他的权不会有转移的一天，所以他们会坚持的继续贪下去，他们继续做更多的事。但这一个是你们没有做好的地方，就是那个论证没有完成啊，所以我才讲说论分数票，我会判你这里，因为这边他把很多东西讲的好像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能力必须要交给他们啊，这个票一定要交给他。所以当然我必须要讲一下啊，你们其实有提了很多的实例，非常的想当然的，包括印尼排华事件，其实后来研究报告显示，它不是单纯跟钱有关，它里面有很复杂的结构。然后法国大革命更加是，法国大革命那里头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在里面。但是因为你们就是你们能 get 到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你们为了方便你们论证的时候比较容易丢东西。你说你看像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啊，你看像台湾就是这样啊。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标题啊，不是丢标题，结果你就赢。那个标题你要告诉我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事情怎么样佐证你们的框架，这样子你们才能够赢比赛。好，然后看一下 ，OK， 大概是这样子。好，以上有什么我们待会我讲一下想问的话，我们再试一下招。谢谢。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判处没有什么差。
太师贪权但不太贪钱，贪钱但不太贪权，是双方没有矛盾。我也不懂双方怎样达成这个共识，就是有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我是贪权但是我不贪钱的，因为权钱基本上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也不懂你们怎么样去区分，你懂吗？但是双方也没有想要去区分，但是还蛮怪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可能给双方一些建议，在架构设计方面，就是基本上正方你大概应该比较拥有完整性的讲法，应该是贪权的人，他可能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牺牲，只要为了他一个人的地位，有吗？我觉得你今天讲的只是讲例子，但是我要表达的是，你可能要从那一到两个例子里面帮大家梳理出所谓的贪权跟贪钱最大差别是什么。因为你打社会的伤害性，你告诉我朝鲜分成多少个等级，然后制度的破坏，但反方也可以讲，那我用钱来收买也可以是制度的破坏，但制度的破坏本身其实双方在达成共同的衡量标准共识之后，双方其实没有 采纳多少的利益。然后也同样，反方也是没有告诉大家所谓一件贪钱跟贪权具体差别是什么。你应该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被买跟卖，所有东西都可以被等价交易，凡事都可以有一个价，包括你的人格之类的，但这些东西都没有在我们讨论之内。我们就告诉大家，其实大家贪权的逻辑啊，贪权未必全部都是不好。如果你这边告诉大家贪钱也未必不是所有都不好，所以双方只要合法的情况底下都有一些，那基本上我觉得那个部分看来是很无聊啊，原来双方都有，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不太需要时间去讨论。我觉得你不要需要去讨论，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等价交换，跟他所讨论的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比我重要，哪一种价值观对社会有危害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才比较会像是这个题目要讨论的重点。你们讨论的其实都是例子跟擦边球，然后我觉得我在从优生怎么讲，你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可能还比对方来得好，但是也同样因为你语言表达能力相对比较好，所以你在那个架构里面的空泛就容易暴露出来。讲一句就讲那几个，然后甚至可能有时候讲的东西跟对方是不大准的。但是我表达的这一边也是，其实我觉得反应还有待加强，因为你看到自由辩手就很依赖一个辩手，都连续站起来那几次。我表达就是，你们可能给反方背后的一些罪名本身，你是要站起来讲得很清楚哦。为什么你真的不是，你真的不是只有一两个例子？然后为什么那一两个例子？然后更重要的是，从你那一两个例子里面，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它是非常消耗性的，哪怕你跟我讲总有一天会换下相关的政府都好，它付上的代价是怎样来计算？它消耗性程度是怎样？如果你想看，你今天你成功把一个霸权打倒过后，另外一个人同样也是贪权的话，那你换来换去都会只是换到上面那个人吧？但是整个具体的情况还是一样，你的国家还是这么糟糕，那还是贪权所带来更大危害性。相关的程序跟相关的那个整合是你们没有，双方都要提点打点的，就讲一下，我这边爽一下，我这边怎么样，我这边就在爽一下。然后过程当中是没有结论的，然后我觉得本方的建议是跟你们要去探讨一下，你除了在逼他讲，你有没有一个方法，或者有没有一些有效的那个答案。我觉得你那个逼供方法，如果你听到对方好像有给答案，有给回应了，那你就要想看你第二层要给什么，懂吗？你除了问他有没有效，是不是100%有效，你要想看你手头上还有几把刷子可以去攻击对方，懂吗？我觉得很多个人去比同样一件事情，当对方已经给你答案，给到他都觉得我已经给了过后，那你就要想看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大问题是，我们讲的东西哪怕看起来比较宏观，看起来讨论是平步悬殊，但是你会形成一个比较怪怪的现象，就是是不是有钱人本身，哪怕我花的时间比人家多，我花的精力比人家多，我人家再努力跟再聪明，我再守法都好，是不是只要有穷人本身，那就是我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太对，因为我们社会发
家，他可以以文学习或方式去带动其他人。但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正方我们去讨论的，正方应该讨论就是这种模式本身其实问题不大，它甚至可以是分担政府责任的，懂吗？只要我有做，然后我做好过后我不过问，然后甚至你其实他跟你打比尔盖茨的打，我里面其实告诉大家他们也是有提倡裸捐之类的，就是你取之社会，你要怎么样用之于社会，就可以更直接去回答跟挑战那一些。那我觉得你要这边这样子攻他的话，你总有一些你的例子，但是也同样时间你的例子里面，如果他比如他打你比尔盖茨，你也会去预想，不是所有的首富都只是去消耗性然后跟战危机，有一些基本上我相信在排名一到十的首富也是全世界慈善家庭一到十名都差不多同样一个人，你懂我什么吗？我表达就是他们都是秉持着这一个，因为他可能是有关形象，他也知道相关的祸害，他也知道如果某个社会如果有一天相关的群众太穷了过后肯定会推翻他的话，他所赚取的所有财富都可能变成垃圾了，你懂吗？我表达是他有这样子一个关系，但相关的东西都不再讨论了，对吧？我觉得可以双方继续往下讨论，可能你要想看你的战场在设计过程里面你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而不要只有实